我要介绍的新产品 Squalene NexD。 通常呢，狗狗、猫猫有皮肤病，我们都会带去兽医院吃药。除了吃药呢，医生都会建议我们吃保健品来帮助皮肤健康。那么成分都是会有 fish oil、 GLA 啊、 omega 3、 omega 6 这样子。那么，Pediatric的 Squalene NexD 呢，就是现在唯一一款兽医院时常会用到的成分，让我们可以在宠物店购买到。Squalene NexD 里面有 GLA、 squalene、 coconut oil 以及 vitamin A、 D3E 结合的产品，可以被狗狗、猫猫更有效的被吸收。相信大家对 squalene 都不陌生。squalene 可以帮助荷尔蒙平衡、毛发生长、防止掉毛等的症状。另一个成分呢，就是 GLA。 GLA 是一种植物油的提取物，拥有丰富的 omega 6。 可以帮助减少炎症和促进皮肤的再生能力，有效的帮助伤口愈合、减缓瘙痒和保护皮肤。一盒 Squalene NexD 呢是有30粒软胶，20公斤以下只需要吃1粒。这款新产品的价格是在85块半，1粒的价格是2.85块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在宠物店购买到。到这边啦，谢谢。